那么呢，第三方机构如果想这个创造创新是吧？也想这个做这个货币，或者是参与支付系统。那么在不同程度上呢，你要考虑，你要向高标准靠拢，你不能耍小聪明。你说啊，你那些标准都太高了，成本太高了，我都躲着。这个我也说不行，那个也说不行。这个我说我是科技公司，我不是不按你那标准。那么你如果脱离了那些标准呢，那有可能你的稳定性就有问题，就有可能呢，除了对你自己的这个稳定性以外呢，还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有影响。另外你也不容易得到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这个充分的信任。